纸来了，丽喜，来，你看一下。为了答谢我的 VIP 客户肖同学，这顿我请。哎呀，你就那点提成，要不还是我请吧。不用不用，这顿饭还是请得起的。哎，二位同学，我们店价廉物美，你们放心点啊，大不了最后我再给你们抹掉个零头啊。谢谢老板。不客气。 哎，我口味有点重，你要是吃不了特别辣的，可以点点清淡的。那我也能吃辣，你随便选吧。啊，真的？啊，嗯，老板，哎，来个这个。好嘞，这个重辣。好，嗯，再来个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好嘞。这么迫不及待啊？你尝尝这个。 他们做的这个特别好吃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挺好吃？你被辣到了？嗯，口渴。 你不能吃辣呀！我行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哎，你别吃了，你别吃了，不行，我可以的。你不行，你不行，你不行，我不行，你不行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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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吃了。点的都是辣的呀。你为什么经常找我？因为。因为喜欢你的面膜。哦，那你说说，那个面膜到底哪儿好啊？面膜就很好啊，很保湿，很水润。 你每个月从我这儿买走100多张面膜，就算每天用3-4张，也才勉强用得完。女明星都没你这么拼哎。是啊，我还会分给我朋友们，我推荐他们，他们很喜欢用的，所以。说得通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以后不卖了。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了。为什么呀？ 你可以卖点别的，随便什么都行。不卖了，什么都不卖了。我要静下心来考二级口译了。所以吃完了今天这顿饭，我们以后就见不到对方了。可是我。我还想见你。啊，对了，我英语很好，我可以辅导你。为什么？我马上要考托福了，我最近看了很多书。我是说，为什么想要见到我？我男朋友都没你这么粘人。你有男朋友了？怎么？ 没什么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怪不得你这么闲呢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不用，不用。介绍一个吧，我把人都叫来，就在外面呢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。我把他叫起来。哎，别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人都已经来了。 不见不太礼貌吧？我上去了。等一下。
色微风拂过黎明，快乐的是只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，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。谁把心动模式开启，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，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，转身依然是你。听我激情诉说，你好，我叫林夕。肖玉成，你也好。听说你没有女朋友，正好我也没有男朋友，要不对不起，我上个厕所。林夕，你等我，别走，我喜欢你。怕我下毒啊？这么多好吃的，啊，要不要一起吃？不用了，我要带 Peter 买披萨去。尝尝。怎么了？好了。你以前不是很能吃辣吗？挺好吃的。哎，这个更辣。以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现在连闹肚子的自由都没了。那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老肖，肖总，这么香，做了什么好吃的招待我呀？林夕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好久不见。你忘了我们今晚有约啊？没有。去哪儿啊？你们有事要聊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招待一下。好，我等你回来啊。林夕，这么着急走吗？没事，不打扰肖总。我不怕。我回去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对你来说，还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吗？肖总，楼上还有人等您呢。那也得讲先来后到，不是吗？拜拜。
肖异常来电话了，接听还是挂断？老肖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会不受女生欢迎？挺多人追他的。哎，你回来啦！我和童总聊得很愉快。好。林夕，陈潇只是来录个 slogan。还不睡啊？嗯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有吗？有。你没必要跟我解释。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想解决一个又制造另一个。肖一成，嗯，你脸上就差写着陷入爱河四个大字了。你表白成功了？没有，但是不重要。不重要。他这个人啊，吃软不吃硬，不能逼他。所以你打算展开怀柔战术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有感觉的，所以我要让他正视自己的感情。我突然有点同情林夕了。哎，你要清楚你自己是哪一边的。哼。